我说你好了没有啊？就在等你嘞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不是吧？你就准备穿这个裙子去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去年买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我穿着很好看吗？我都不舍得穿它。哎呦，我说老妹儿啊，你这个肚子像个大西瓜一样。这还不是生完孩子以后，这肚子还没有下去吗？没事，我吸一吸就可以了。还是算了吧，我给你买了这个裙子，给你试一下。你这裙子这么小一点，我能穿吗？我是在人家大码女装店买的，那个主播说可以穿到200斤呢。那还行，我试一下子。怎么样，显瘦不？你看吧，胖女人就是要打扮，这样子穿小蛮腰都出来了。那还是因为你这裙子版型好，假两件的，显瘦又洋气，而且这裙摆好大。我没想到我肚子啊都这么大这么圆了，全靠你给我盖住哎。那是，现在穿跟你刚刚的对比，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呐。那你这个裙子是在哪里买的？贵不贵呀？不贵不贵，视频下方小黄车才100出头的价格。那还挺划算的呀。